这个形容词有点老派。太老派啊，不然怎样？开张。我想说，我刚刚都脱成这样。OK 啊，对啊，还是需要谈恋爱吧。真的很久没在台北做活动，然后看到大家跟天气一样热情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这个形容词有点老派。太老派啊，不然怎样？开张。一开始其实不知道，但是他做完之后，他就说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要签。我想说，我刚刚脱成这样。脱正常按摩不都是要脱上半身吗？就是让大家比较进去。你这样子很多人要去。但我是还好啊，因为我也不在意。那你现在去韩国，你就是入境的时候，也有很多韩国粉丝在等你，这样。其实还好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没有，有了机场那个影片超可怕的。机场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前面可能有其他的团来，然后就顺不顺利。没有啦，是为了你耶，真的。还有他那个直播都有。对啊。拍摄空档，然后可能自己偷偷走出去，然后就被认出来了。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，因为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关系去，所以就是比较不方便，没办法拍照。我们有练魔法签名啊，现在是魔法签名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有没有在找？OK 啊，对啊，还是会需要谈恋爱吧，就是也是随缘啊，但就是。对啊，你需要时间教你们，所以就是不一定，就是如果有遇到的话，语言不一样也可以这样子。OK 啊。